11月1日下午，人气男演员朴海镇因海外行程，经由金浦国际机场出发，前往日本东京。当天，朴海镇身穿白色高领毛衣，外加牛仔外套，搭配黄色休闲裤，低调现身机场。朴海镇在进入机场过程中，不停地向粉丝们挥手问候，还亲切地接过粉丝信件，礼貌满分。在最后入关前，朴海镇更是停下脚步供粉丝拍照，十分宠粉，亲和力十足。据悉，朴海镇将于11月2日在日本举行粉丝见面会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。